南投县新义乡嘅沈梦村同同富村，也两家都系高会派嘅客家族。两地居民往来嘅重要路就系龙华桥。第1806年六月初三，梅雨嘅期间，也桥下嘅烟土系本太水大飞脱咧。经过年老，张先天新义桥下嘅物业，今年新业咧系正式通工落去。今年举行咧正式通车，对也条居民嘅交通运输来讲，希望带来行卡安全的村里环境。新义乡龙华国小的学生用闹热的太鼓表演来屯龙华桥通车典礼开场，地方人士临时进行举办仪式，看得出来地方对龙华桥的环保有热衷实的。南投县长林明镇也表演万州传统，由地方起落向下对新桥行阿哥来桥通车平安顺喜。落水天的时阵吼，唔是看唔是烦恼讲，嘛东西个桥会大坏脱啊，无法度过啊。地都的夏季蔬菜、农产品无法度出去。那我想这座桥的启用啊，代表了我们新乡的一个啊，不只是交通更便利啊，我们的农产品的运输，还有我们的观光发展啊，都带给我们新乡很大的一个啊进步。南投县广福处讲，南座河尾龙华桥有270公尺安长，中央部署的大概1.24亿元，桥东面作为3年南座河，最重要是因为爱听那一座韩国整体经费贴合适。龙华桥吼啊，通车典礼吼，就嘛等了一久嘞啦吼，啊，这个争取经费个时间吼啊，多磨了哈，争取了很久才下来。啊，就先知啊，就先。大概选了将近1年的时间哈，啊，所以就工程啊，复建的工程比较慢一点，所以我们在108年呐4月4号动工，然后到今天啊，就是109年6月啊，大概是1年2个多月啊，我们就把这个龙华桥啊复建起来。提新桥顺势做好高德里，南投县工务处工业美化行毛头来屯桥的龙华桥拆卸，正为积水期以来如东多水流，每张确保得到睡眠人的安全。客家新闻李凤琪南投报道。